觉得我就先花钱买下我们的行动作战中心吧。可以买大货车啊。什么车头？所以它基本价是车头而已。搬运者，改装款，魅影改装款。搬运者是不是会比较贵？这是看起来比较厉害啦，有防弹什么的。这个魅影的话，看起来就比较两光一点。就是比较，可是我其实比较喜欢魅影的造型，啊，维持我的一贯作风好不好？看造型买。隔间，起居空间，指挥中心，哦，这个帅，这个帅。隔间二，空隔间，起居空间。武器工坊，哦，所以他是给你选。武器级载具工坊，我就没有办法有个起居空间，好吧，这样也好。哦，我觉得不太需要一个起居空间。有指挥中心跟这个可以放车的就帅了。啊，内装色调的话，我觉得白色是我最爱的。欸，主色调还可以换灰色、黑色，哦。哦，这样好了，这样好了，啊，261万，好了，买了 ，Go， 没有留下任何注记，我会不会等一下开出去就被嘣，直接炸掉？哦，我的天！안내 啊，这个。你现在穿的没有人空虚米酱吗？哎呀，有人呢。哎，你现在穿的没有空虚米酱吗？我换一个地方好了。不过是说机动作战中心。机动作战中心，哎，怎么说？他有办法自己开吗？因为如果我是驾驶的话，那我后面那个空间谁要去呢？好，来，这个应该是进去的地方吧。哦，一进来就开始一个改车的地方。Have a good one. It's 要先买武器。好。Well, welcome to the candy store. You don't look like someone who's gonna be satisfied with something off the shelf.We got that in common. 他还要我买什么？ Bad thing. 对啊，我都有啦。Damage, huh? Get off of me. Slept in here last night. Real comfy. 好吧，我不太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可能要去电脑那边操作吧。让我去看一下我的作战中心。这边是离开拖车，
注册成为 CEO 或首领。好，拜托不要杀我。Okay, so you found the terminal. This is how you run ops out of this mobile ops center. Budgets aren't what they used to be, but we've still got a ridiculous amount of money to spend on cool toys. Operationally appropriate hardware. When jobs become available, click accept and we'll get you started. You'll be maintaining the global order while driving the most state-of-the-art weaponized vehicles available. And any equipment you use gets discounted on war stock. And that's because we trust you. So this is a good thing you're doing. Very good. Oh, 他们就是类似上次那个嘛。等好进出口大亨量解了任务之后，卖的东西就会变便宜。那我现在不要急着买啊，我就只要买作战中心就好了。他还有武器塔啊。我来把这个酷炫的东西开到外面去晃一晃。哇，好大哦！哇塞！开起来其实是一种，就是跟一般的拖车不太一样的轻的感觉。我觉得太大，完全遮挡视线，这可能要用第一人称比较好开。我看能不能把我车开进去改哦，他说可以改车嘛。这个不行，所以他能改的是有限的。好，了解。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可以移动改装的地方。太帅了啦！来当一下路霸看看哦。武器不是，我要用炮台，炮台。载具工坊，虽然我没有办法用，还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还要回去买就对了。好，我还是得回家。哎呦！哇，你好大胆子！我这台车在这儿，你还敢这样搞我？哎！可恶！要是我有武器，我就把你轰掉。这个要倒车可能就有困难咯。我好久没有开卡车了，连接了这种，让我回忆一下。卸下来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去拿尖锥魅影来挂吗？我要试一下，它可以卸下来。我觉得这很关键。我刚刚怎么弄的？怎么不行了？我试试看用折的。哇，它是折不断的。等等，我的东西。放下车头啊！为什么现在不行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嘞？
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会变成调这个嘞？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调这个音响啊！可恶，我刚刚短暂可以卸下来的，现在不行了。好吧，不能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怎么这样啊？我想要去用尖锥魅影的说。哎呀哎呀哎呀，我又不小心掉下去。难开耶。哦，晚上更有气氛的感觉哦。哇，是不是在这里要改装？哦，在这边改装。好。哦，所以还是有这么完整的改装项目的。感觉要花很多钱。Look at that. Hi, Chai. These two have something different, right? Okay, I'll change the high pitch. Got the horn. Car lights.这次的车灯不明显，车牌，这种车居然还不能没有车牌，我觉得这种当然就是黑的啦。 That's just a beautiful vehicle. 没有什么好犹豫，悬吊Right down to the millimeter. 变速，涡轮，轮胎强化，这一定要的。强化拖车，涂装，没有涂装，我不能涂装。车牌、喷漆、呼应前面、后面黑、副色调、副色调。哦，我觉得这个副色调来个红的，好像不错。粉红色好像也不错。哇，粉红色会不会太可爱了一点？应该不会啦吼。OK 的啦吼。好啦，就这个啦。粉红色。武器，前方武器塔是已经有了，后方武器塔是要进行研究。好，那现在就只能这样子。走。哎，我怎么开到这个 ？All right then.
啊，有什么东西是能够研究的呢？照理说应该会在电脑那边啊。